子晴就要从打底开始，就是清洁这个步骤先来。哦，好。对，那我帮他选的一个产品呢，其实还蛮特别的，很像洁颜油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洗卸合一的清洁产品，就是它可以卸妆，也可以当洗脸，重点它零油感。就是完全没有油感，也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喜欢植睫毛嘛，对，它也可以用，而且它一点都不刺激。像我这种重妆的也可以卸，也可以卸，浓妆也可以。对对对对对，是凝胶，对，它是凝胶的，那可以试看看，它没有什么。味道没有味道，但是呢，它里面有很多的植萃成分，就是呢，诉求让你呢边卸妆边保养，好鼓溜的感觉。对，那你就是像一般你在卸妆一样，比如说我们在用洁颜油，你就是均匀的把它涂上去之后就可以了。它好像果冻哦。我觉得还很棒的一点是，它里面有植萃成分，它可以帮你去调控油脂的分泌，太好了。所以你就不会过油，也不会过干，而且它卸后洗后。也不干不崩，因为它里面呢还有樱花叶的净白作用，还有一个叫雪绒花。雪绒花做什么呢？可以给皮肤很好的保湿力跟舒缓力。因为很多人在卸妆的时候都说，哎，很多卸妆产品很刺激，对，我卸完会不舒服，尤其是弄到眼睛。对，可是它连眼睛都可以用，而且呢，植睫毛你也可以用，因为植睫毛最怕是油，它零油感，然后不需要乳化，因为它不是油，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呢。擦掉，冲洗掉就好了。那我今天就直接用湿纸巾帮它擦掉就好了。那个蓝美眉就可以用了。是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很多人就想累了就睡了。而且现在敏感肌的那个肤质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这一款很适合。我必须建议哦，即便你是不化妆，你说我一点妆都没有的人，还是要回家还是要用这个卸一下。对，因为空污太厉害，外面的空气太糟。对对对，你不是。一般的洗面乳可以洗干净，对，因为很多人骑摩托车回来脸都超脏，对，擦的都黑色的，对，变得好干净了，嗯，哇，变白，很透的感觉，对，要帮你擦干净，毕竟它是洗卸的产品，而且两边的脸怎么不一样？差很多，可是你就会觉得它洗卸完之后皮肤就是很亮，对对，有啦，一边比较没有眼袋。哦，对耶，这里好皱，你脸好歪哦，你真的没有精神，你歪歪了，干净，真的没洗干净，对啊，这里感觉很脏耶，你洗干净，皮肤其实基底是好的哎，对，洗干净就飞上去了，怎么瞬间脏了？你要洗干净，你要卸干净啊，洗干净就很懒。回家好累哦，那这个洗卸就刚好很适合，很适合我。而且啊，它现在卸完啊，其实很多产品卸完是会崩崩的，它是不会，完全不会。第二就是我刚刚讲它植萃成分，所以它又有舒缓的效果。然后我刚刚其实还帮它弄到眼睛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完全不熏眼，对。所以你没有发现子晴会一直扎或怎么样，它就不会，因为它就很温和。然后之后呢，你只要再加一瓶呢比较适合你现在状况的精华。那我帮它选这个呢的原因是，因为我刚刚说它需要有一点抗老的作用，所以呢我帮它选这个可以有一点点消纹路，然后让皮肤比较紧实，然后比较 Q 弹一点点。最重要的是让它不要垂，对，因为年纪越大，皮肤就更容易垂。那这瓶精华里面呢的主要成分是蜂胶哦，但是呢要让皮肤紧实有弹性，还是在它的蚕丝蛋白哦，再加上生态。我先把我要的量呢取出来，然后也让大家试试看，这个就可以，你会发现好稠哦 ，Q 哦，拉好高哦。这个呢就来自于它的蚕丝蛋白，是，只要呢浓度够高的蚕丝蛋白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有哎，你看我最喜欢用了。对，然后给他像小孩子在玩的那个什么史莱姆的那种，天哪，超稠的。对，因为它里面的蚕丝蛋白的浓度够高，好好，好有趣哦。可是呢，好黏哦，这可以玩一整集耶，真的是丝，真的是丝，对，它真的是丝，它吸收力好好。所以呢，你就是呢，把它涂上去就好。好有趣哦。然后它就会在你的皮肤啊形成有，我都觉得擦这一瓶产品有一点像有一个拉力一样，就会变得比较紧密一点点。所以你的紧实跟 Q 弹就会回来。可是我刚刚这样拍两下就不见了。对对，对，它吸收了以后就不粘了，就不要浪费，你就是这样拍一拍。它吸收以后就不粘了，对，对，它一定要吸进去，好神奇哦！你的脸一真的歪了，真的垂跟拉直擦，你不要有任何表情，你就会发现你的脸，这里的脸好大，对，而且一吸进去，你现在摸它就完全不会粘，好有弹性。
洗卸合一的产品最适合子晴这种蓝妹妹了，再加上抗老精华液，就不怕颜值走下坡。